现议员尤鸿达日前在民间香朝圣宫前广场与新街采风文教协会共同举办瑞犬呈祥迎新春赠送春联活动，现场人气爆表，红色春联四处张挂等待风干，准备发送给在场民众索取，显得喜气洋洋。我们今天非常欢喜赚到这个过年前在我们新街妈祖经调性经这来写到这个春联现场挥毫大放送今天是非常欢喜感谢到我们的南投县新街村彩虹文教协会由我们郑景坤理事长率领的我们的协会的各位服务人员大家来共襄盛举，当然今天现场也邀请我们现场挥毫的大师非常的多，大家都来共襄盛举感受年节的气氛。新街采风文教协会理事长郑景坤感谢尤鸿达议员的支持与赞助，让所有的民众都可以拿到春联回去张贴除旧布新，又可以获得朝圣宫妈祖的保佑平安。收回来现在都把春联捏回去除旧布新还可以把妈祖的庇佑也落下都可以把平安所抓回去这是我们每一年立办的所办的五万感谢我们这些赞助单位尤其我们的议员真给我们鼎力的支持跟乡民代表跟我们调性宫这些我们这些所有的义工都是我们采访的我们每年都有办这个活动因为我觉得这个活动真有意义。这场春联大奉送活动邀请许多位的书法家现场挥毫之外，也有乐队吹奏萨克斯风及唱歌，让民众感觉年节将到的快乐气氛。在过年前可以大家来写到这个条联回去来鼓让我们的家家户营造喜气洋洋的气氛。当然鸿达也来感谢我们永济书法协会带着我们彩虹文教协会来 每年都来主办我们的写春联现场挥毫大放送，我们赞美新街大乐团吼，嘛来跟咱妈祖经家来共襄盛举，非常欢喜嘛，感谢各位乐师伫现场跟咱演奏、跟了演唱，和咱过年的气氛更加热闹吼。伫只鸿达嘛要来甲大家拜年，祝大家新的这个高年吼，会当拢是旺旺旺。现场排队索取春联的民众十分踊跃，尤鸿达议员也借此活动祝大家狗年福气旺旺来。记者王水仙民间采访报道。